这是用时间酿造的好滋味。继续同样传承第三代了，嘉义大林林胜伟，他从爸爸手中接下竹笋园，成为第三代笋农，种的还是云家特产乌壳绿竹笋。两年前跟着朋友一块去听了一堂课，才知道原来每天晚上采笋传入他耳里的是台湾特有种侏罗树蛙的叫声。为了护蛙，他开始减少农药，别人的竹园会刻意维持干爽，但林胜伟反其道而行，他的竹园里头保留许多水坑，虽然比较泥泞难行，却可以提供更适合侏罗树蛙栖息的环境。就这样一步一步改成友善耕作，对于虫害和减赏问题，他也不厌其烦去克服。现在他的竹林树蛙多到难以想象了。继续嘉义这位民间护蛙使者他的使命。11点，多数人准备进入梦乡，嘉义大林竹园里正热闹，锤子、铁锹、笋刀和头灯，摘笋必备工具全带齐。这一片片翠绿树林底下是台湾特有种侏罗树蛙最爱的栖息地，林胜伟小心翼翼翻开黑色塑胶布。这个很漂亮哦，笋尖这里，它这里有分，已经有稍微分叉了，然后它的长度这样也刚好，它的形状又漂亮，这只应该蛮嫩的。30公分跟手臂一样长，外形弯曲像牛角，是标准的一级品。笋子品质好不好，林胜伟看一眼就知道。这一只也可以啊，也蛮漂亮的。宁可牺牲睡眠半夜采收，并不是贪图入夜较凉爽，夏日夜晚竹园一样闷热难耐。我要赶在那个差不多清晨5点结束，照到阳光它会出青啊，还是它的笋壳会变红变黑，这样影响卖相。侏罗树蛙，这个声音都是。这时候好找吗？很好找。那个就是。在哪里？这里。这里。彻夜摘笋不孤单，有一群侏罗树蛙组成的交响乐团唱歌陪伴他。原本打算听声辨位带我们找树蛙，没想到随便一抬头，侏罗树蛙就在眼前，找都不用找。你看那边一只，那边也一只，还有那里，这一只是公的，它的鸣囊这边有略带粉红色，它的体型也比较小，母的会比较大，然后它因为没有叫，鸣囊这边没有皱褶，它是白色的。带着疲惫和满满收获结束采收工作，林胜伟的竹林能成为侏罗树蛙乐园并非偶然。我现在就是来就是要给他这个讲吼，不要给他答应，这时阵上关键呐。白天照顾竹园的工作主要落在父亲身上，育苗也是自己来。就是这掌心拿出来，就差不多成活率就比较高了。大太阳底下工作，年轻人不爱，但林胜伟反其道而行。12年前，孩子陆陆续续出生，开销变大，他决定返乡当全职笋农，家里有2甲地等着他。我现在在施肥，有机肥。
你薪水安尼啊，安尼四五万，稳定稳定啊。啊，这也拄到风灾，我你收入拢无。一开始爸爸也不赞成他回来，果然就像爸爸说的，往往一场台风毁了一剂心血。碰到台风的话，就面具一直锯，不然我们连走都没有办法进来。然后竹子倒光光，竹笋也没得收成，这样子。最初返乡动机很简单，会改为友善栽培，竟然是因为听了一堂课。阿伯，哎，邓伟，邓伟，啊，我们过来看基地，是吧？啊，最近四卡安怎？未歹啊，未歹吼，看地拢真多。工作到一半来了访客，嘉义林区管理处委托的研究团队来进行田间调查。那我们先量一下水的深度好了，现在几公分？现在八公分。我们的研究发现，侏罗苏蛙会的蝌蚪需要在水里面住大概18到28天，然后它的水深也不能太深，大概在30公分到10公分左右。好，那所以我们会跟农友合作。做这样的一个基地或是水源的管理。当初林胜伟就是在青农朋友邀约下听了他们办的推广讲座，才知道原来每天晚上采笋传入他耳里的是在台湾才听得到的侏罗树蛙鸣叫声，甘愿当起护蛙使者。坑的规格啊，深度怎样的适合你？这个坑是不错，咱这乌房啊免砍嘛，农友收工作好做的话，会比较希望田里面比较干爽一点。然后排水好一点，那这样相对就会让侏罗苏蛙的产卵那个积水处就会减少。那我认识胜伟之后，我发现他们很用心啊，他们知道侏罗苏蛙的需求，然后就会让田里面的某些区域保持水。那我们刚有知道说这样农友会比较辛苦，因为那田会比较泥泞，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竹笋其实也会可能有一些影响。可是我就很佩服啊，就是说它的保育的目标是很，就是放在他们心中，然后他们家族愿意，去做这样的一个调整。一开始父亲还担心他不施农药和化肥会影响产量，但他自己卖笋少了盘商抽成，收入反而更好。后来爸爸护蛙比谁都还积极，父子俩还获得团队颁发的3000嘉利奖，代表他们田里的母蛙最多，繁殖力最强。就是把它就是冷却一下，然后就是怕这个会老化掉。那如果说你的冰度有够的话，它这里会嫩嫩的。采收回来的新笋得和时间赛跑，丢入冰水中保持它的鲜度，再进入真空包装。林胜伟顾产地也顾侏罗树蛙，得到政府认证，可以在产品上贴上侏罗树蛙标章。我希望在我们这一群保育伙伴的努力下，然后我们的价格稳定，以后能吸引更多的笋农加入我们保育。大林这边的竹园很多，很适合他在这边住下来，这也是能创造大林一个亮点嘛。这是乌口绿啦，是这样，真水啊。会甜啦，一家人分工合作，妈妈也是推广家乡竹笋的高手。乌壳绿竹笋比一般绿竹笋体型大3倍，但纤细程度不输绿竹笋，清脆笋味浓，建议拿来炒。自家栽种的田龙笋同样爽口清甜，适合凉拌，汆烫过后冰镇，媲美水梨口感。不管是将乌壳笋切丁做成竹笋饭，切丝煮成肉羹汤，或是和鱼浆一起包进肉卷里，百搭的乌壳笋在林妈妈手中变出一桌子竹笋大餐。不为了生产牺牲环境，林胜伟一家人化身第一线生态守护者，农业生产和生态做到双赢。